块也可以打碎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看，请那个三哥一下去打碎，然后我们也请那个很辛苦的华南的。这个叫做人力发电厂，不是核电厂。志玲，看一下，大声一点，轻松吗？啊，轻。这个应该要多做几台，我们就在做一个 base， 对，就是 base 啊，那然后还有 vocal， 全部都用脚踏车，那后面就站一台的，就是请脚踏车来做 power supply。大家会想听这种乐团吗？应该会。比较大声吗？